大家好，我是老谭，这出来干了那么多天了，今天休息一天，现在可以把皮鞋擦一下。小凡，你先擦嘛。我的鞋子从来没保养过，还是你来擦嘛，上下油，气色不好擦不亮的嘛。小凡，你看我的皮鞋擦得好亮，今天我不跟你吹牛，我原来都是擦皮鞋的，也擦得好。小凡，走两步给我看一看。哎，可以。你看擦得好亮哦。现在看你个头，整得漂漂亮亮的。买洗洗冷水噻，洗冷水，来整点钱扛得住。看你的技术。我今儿也是吃饭，吃都吃都的。所以说我本来可以长得长点，是给我整帅气一点。啊，现在就帅气了，晓得不？我就说，那就开胡子噻。他现在就不应该这个。把胡子一刮，刮得的清些。啊，那道整得漂漂亮亮的，带你出去旅游。今天带你出来耍都耍个安逸，饭都不得要你弄了。啊，等下我们出去吃美食。要得，看你等会儿带我去哪样啊？小凡，你今天想去哪样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你去哪样，我去哪样。哦，出来耍都耍安逸。我不挑食的。吃烧烤吗？豆腐干喜不喜欢吃？可以。鸡翅管来两串儿哈，手吃的切个嘛，整一个嘛。不要。那个西瓜籽那些都是现榨的，还有冰淇淋，你要好大有好大。管他幸福和该享受还是要享受。加油，开始整了。你们吃点的出来，我马上就去。我拿去整了。这烧饼可以。看看你的河粉呢？有啥鸡子管？算了，你去拿桶，我去河粉。我炒你两份了嘛？这玩意儿，厉害！小蛋还在炒完了，还得磨出来的。炒起出来就行噻。看来是不贵噻哈，才66块钱。还可以，卤卤大帅。那个数字哈，开始我还以为要100多块钱。走，现在回家休息。